接下来继续喽，写到哪了？是不是已经可以用户认证完成了？用户认证完成了之后，接下来干嘛？同志们，先看我啊。登录了。这就让他登录了，登录就让他列机器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此时看着啊，如果 if user is not none， 看着啊，我要干一个什么事情呢？来，可以理解吗？为什么呀？啊？是因为我跟你讲，我要存一个 self 点 user， 是因为我的程序后面都会用到这个 user， 是不是啊？所以我把它存下来，存到这个类里啊。然后呢，在这里给它 center 一下。然后给他要不要加个啥？可以吧？好嘞，在这里也不好使啊，那啥。好，登录了，对不对？你干嘛去啊？参加婚礼？就是答谢宴。答谢什么呀？谁结婚？前男友结婚，前女友，他有前女友就好了，想象中的前女友。Imagination。走走。文艺生气。好，同志们，你看。如果认证成功了，这个地方是不是你也给它 return 一个 true 啊？对吗？不用 break 这里，直接 return 是不是就 OK 了？ return 一个 true 啊，记住啊，我改了这个地方啊， return 一个 true。 第24行，相信接下来一会儿你要改啊， return 了一个 true。 然后是不是就到这了？到这了 ，interactive 里面就进行交互了。交互要干嘛呢？是不是说白了，把它能连接的机器给它列出来啊？怎么去取这个用户能连接的所有的机器？怎么去取？哪有 self？ 哦，对 ，self 点 user print self 点 user， 然后干嘛呢？点儿 bind。hosts 点儿 select related 是不是就 OK 了？对吗？然后还有它的select related 是干嘛的？不加是什么意思啊？来，我如果不加。不加是什么？什么也没有，加上了是不是列出来它关联的所有的主机或组啊？没讲过吗？用了多少遍了都？可以吗？加上那个之后，加上这个之后，想一想，得给用户怎么显示呢？首先，用户是不是一个死循环的交互啊？对吗？while 什么呢？action flag。如果用户没退出，我是不是就一直执行啊？先打印他这个所有能登录的机器，让他选择，对不对？是不是按分组打印的？我的哥，是按分组打印啊！来，同志们，怎么分组打印呢？你还走，大毛线演呀、啊！好好听课，你也听不懂是吧？你让他走吧。行，你走吧。你前女友结婚，你去答谢宴。同学重要。感谢别人搞了你的前女友是吧？嗯，行。啊，
你还在这磨叽啥呢？等一下。他关机呢，他要关五分钟，是不是？我看完这段我就走。有，高潮还没到呢，连前戏都不算。对，那循环，然后哦 ，sorry， 我要让用户去选择，对不对？所以呢，你要怎么办？是枚举一下呀？妈，走还占我们公司便宜，还蹭会儿电，快走！哎呦，至于吗？不是，收多少钱呢？收多少钱呢？没收多少钱啊，抽多少钱，真逗了。对于你来说，哎，同志们，我同时显示，每个组里面有多少台主机，行不行？这怎么显示吗？怎么显示？是不是 group 点什么？什么 count 呀？ group 点什么？这个 group 点像是不是关联的主机啊？ bind hosts 点 select related 点count， 最后 count 一下，看到没有？理解吧？嗯？给它改成这种格式的吧。然后点儿 tab 键点儿，然后它，然后点儿，然后它，然后它。可以吗？啊？可以吧 ？Select related 点 count， 好吧？行了，此时就打印了啊，看着，嗯哼，嗯哼。哦，你是不是要让用户去输入啊？要让用户去选择啊，对不对？每次打印完你要用户选择嘛，对不对？当前显示他的用户名，好不好？就吓唬点柚子就可以了，是吧？然后，同志们，让他去选择。然后呢，如果选择为空，然后，如果选择没问题，是不是就根据他这个拿的这个键去取啊？对吧？那个一会儿再做啊，来试一下。其实基本上就已经 OK 了。是不是我选择就 OK 了？对吗？同志们，这里有问题，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是不是你现在列的只是他所有的属组啊？那他直接关联的那些机器呢？没有显示。是不是没有显示啊？那些是不是也得显示啊？那个怎么弄呢？你知道我是怎么做的呢？哎，我在这里又做了一个，看着啊，哎哥，让他同时一次性选，看着啊 ，for 循环 ，for 这个 index 也是 index， 然后呢？host gr host 的啊 ，sorry， 想想啊，哦，没有，什么都不需要循环，我的哥，我直接在这里加一个打印一个，直接在这里打印一个，看上 print， 然后 z 或者 on 或者是 whatever， 我就写了一个 z， 然后呢
打印个推包键，显示什么呢？显示直接写上 on 或者未分组行不行？可以吗？显示它有多少台机器就行了，是不是？对不对？多少台呢？怎么显示 ？self 点 user 点 bind hosts 点 select related 点 count 是不是就 OK 了？对吗？此时让用户去选择，看着啊，来，此时让打印是不是又多了一条 z 啊？我就判断用户的输入，判断用户什么输入呢？如果 if 这个什么呀，叫 user 点 is digit， 然后我是不是在判断它是不是必须要小于那个整个的长度啊？就在那个里面，对不对？所以就是说 if。所以就是 OK， 叫那就 user choice 等于一个 int user choice 了，对不对？然后 if user choice 大于零，对不对？哎，大于零吗？ No no no， 哦，不小于零，对不对？就不小于零嘛，先是吧？是这样写吧？啊？等于零是可以的，哦，大于等于零，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大于等于零，并且干嘛？user choice 小于什么呀？它的长度吧，是不是要小于长度啊？ length 这个谁的长度啊？谁的长度啊？小于。小于这个的长度啊，对吧？对不对？没错吧？对对。小于这个长度，然后呢？冒号冒号。同志们，其实你这个地方写的有一个问题，你看到没？你相当于进行了两次查询，理解吗？对不对？两次查询就导致数据库变慢了，理解这意思吧？按说你应该先把它存成一个变量在这里调用，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这个就行了啊。好，同志们，如果小于正好合法了，我接下来干嘛？是不是就把这个主机组下面的所有主机再打印出来，再让用户选择呀？对吗？你那个上面是不用写啊？什么？不用什么？啊，不需要写 count 吗？哦，愣了是吧？哎呀，对对对，不好意思，可以吧？此时接下来如果用户选择的是对的，不是 sorry， 如果 就有这个选项，我是不是打印这个选项就行了？先打印啊，就是怎么打印这个选项，同志们，通过切片去打印是吧？对吧？他这写了好多遍是吧？行吧，复制个变量好吗？就是没顶住啊，高潮要来了，你走了。看来你讲课没有吸引力。是，我也走。走，快点。来，你接下来干嘛？我想想。有些同学说，我是不是通过切片去取出来啊？就是 host group 下的什么呢？是这样 ，user choice 是吗？你们觉得可以吗？你觉得可以吗？
只起了个号。这些。没一个都没有。low。来，选零。啊？打印的 text 的是什么？是打印了吗？我不是选的零吗？对吧？然后我同时在这里还打印一下这个整个的 host group， 好吧？看看我们选的是不是对？不应该是不行吗？哦，现在我是不是只有一个组啊？我再给你加个组，我看一下效果啊。这个地方有问题，别着急啊。我再加一个组，这个 HK Trading Systems 啊，香港的交易系统啊。然后呢，重新试一遍啊，这个地方。我选择一好吗？哎，那是可以啊，我的哥，是不是我就直接切片就去取了？是不是就直接去取了？哎，这个是在你看啊，这肯定是在 Python 什么 1.10 Django 1.10 里才行的， Django 1.8 都不行，就是你不能，它是一个 query set， 你知道吗？ query set 是不能切片的，之前现在是很显然是可以了，对吧？现在是可以了，之前不行啊，你知道就行了。所以如果不能切片的话，你还得把它变成列表才能切，理解我意思吗？现在可以直接切片了，就不用动了啊。好了，同志们，我现在他是不是选择了哪个主机组，我是不是要把这个主机组里的所有主机给它列出来啊？对吗？对吧？所以呢，我就在这里还得干嘛，是不是还得进入一个死循环啊，我的哥，对吗？对哈，while exit flag while not exit flag 啊，然后又进入一个死循环，是不是继续打印啊？这有点像咱们之前学的那三级菜单了，是吧？啊 for 啊啊啥啥高级三级菜十行代码搞定是吧？啊，不浪费那时间了啊！来来来，for 这个什么呢 ？for 这个 index， 然后我靠，这里有一个大哦，这没关系。for index in 这个 host obj 等 in 这个什么呢 ？in 这个 in 这个啥？是不是 host group 下的切片的那个，是不是找到那台注意哪个组了？然后点 bind hosts 点 在这里还写一个变量吧。可以吧 ？find host， 然后呢 ？print 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啊 ？print index， 然后杠 t， 然后不需要主机，不需要那个什么了，对吧？哦、我应该列出用户来吧？哦，不需要。那好像我直接在这里打印 index。打印这个 host obj 是不是就 OK 了？可以吗？是不是接下来再让用户去选呀、啊？
是吗？是吗，哥？没错吧？第二用户选什么呢？是不是超 S2 了就？太二了。有高级的办法呀。对。然后如果超 S2 大于零，按的 lens 啊，哦，没有写 input 是吧？ input 也不能回回都整一遍，就两层，所以就懒得弄了。如果是多层，我肯定搞一个牛逼的解法，是吧？两层就省得折腾了，需要思考动脑子呗，够费劲的。这怎么不是我写的代码？这像你写的是吧？对，因为写的太效率太低。你都觉得 low 了是吗？嗯。如果它在里面是 OK 的，是然后干嘛？我是不是 is digit 这个也有判断呀？对吗，我的哥？嗯。写的还可以啊，写的函数没问题啊。我觉得应该写个什么块儿或者函数。这复杂的功能你怎么不提建议了？那这个地方你先较真在这儿。来，同志们，接下来，接下来要干嘛？打印呢？是不是打印这台主机就行了？对呀。哎呀，这费劲。我也不想写。我看你写的都费劲。我也不想写呀、啊。你就不能给它整成模块化，来就掉了。好了好了，好，行，牛逼啊！Alex 三七幺四，嗯。你还能忽悠多久？还能忽悠多久？来，我选择一个这个一，连这个都写错了。哪里出问题了？五十二行。Bind host is not iterable。Bind host select related 写错了吗？哦、enumerate 对不对？我选择哪台主机，是不是就打印一下就行了？是不是打印了？没问题吧？然后接下来我要不继续完善一下，同志们，我是不是可以回退啊？然后还可以退出，对不对？没错吧？对对对。好，所以呢，我从最底层开始翻转，我操，我就等于又写了一个三级菜单啊。还又往前写，哎，这就是。重复的东西写不定，我说你就累。来，同志们，在哪里判断一下呢？这是如果它是 digit， 如果不是 digit 呢，我就要判断 else 是什么呢？ if 这个 user choice to 啊等一个 b， 我就 break 这一行行吗？然后 if user choice等一个 exit， 我就干嘛呢？直接 exit flag 等一个 true， 行吗？啊，然后是不是带两层都是一样的？上面一个大循环呢，化循环。就这事儿呢？怎么还有循环？就那么一个循环？哎呀，写迷糊了。哦，大家来看，是不是这里 user choice 啊？如果 user choice is digit， 我就干嘛？如果不是 digit 呢？其实还没完呢。如果不是 digit， 问题就来了。我这里是不是有一个 z 啊？
要不要判断这个 Z 啊？要不要？要要。没错吧？要。是不是要判断这个 Z 啊？如果等于一个 Z， 我就干嘛？是不是打印 Z 下面所有主机啊？哎，同志们还得循环一遍。你是不是都吐了？你不用写在这里面，直接写到这里面，摁着。啊？哦，在里面写一个。在哪里写一个？这不是数字里面，数字或者哦什么什么等于 Z。再写一遍，这玩意哪里啊？记住，你就不用在这里记住。啊？你把那个user choice 等于 Z 写到上面。为什么写到上面去？写到上面去就是他也就写 Z 了。他选了 Z 之后呢？又按下面一条走。能按这个走吗？能吗？我也要吐了。其实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写一个函数的，是吧？你把那几个参数写个函数，真逗了！我就给你写个高级功能，真是脑玩，真是。来，啊，写个函数叫什么 ？define 一个啊 ，print。函数只接收什么呢？我只需要接收什么呢？只需要就音不能 input 的什么什么玩意儿？这吴老师的风格都是 input 的什么？为一两个传承过来。不要打扰我行吗？他妈，被你弄懵了。是你自己写的不好，好行行行。完了之后再补哭了。我操，怎么写啊这个？哎呀，我好高兴啊！我好高兴啊！我知道了，从这里 copy 过去是不是？走，你走。就那几个参数嘛，定一个纯参。从这里 copy 过去，剪贴，放在这儿。是不是刚才那打印主机的那个和选择 Z 的那个应该是一样的套路是吧？对吧？对不对？对对。要给它放在一起，然后。给他传什么餐呢？传什么餐？就选择呗。传什么？传那个 host list 进来。objs 就把那个 bind host 全传进来嘛，对不对？然后你在这里就不用写这个了嘛，对不对？你 sorry， 你的 bind 后哦，对，把这个传进来，行不行？可以吧？后面不都一样了吗？是不是啊？传进来之后，那好 ，print host， 别叫 print host 了，这是 input 的，select host 嘛。行，可以、啊。好，然后我在哪里调用呢？select host self 点 select host， 我操，把什么传进去啊？把那上面那个把这个是吧？是把这个传进去吧？对吗，我的哥？传进去吗？对不对？行了，这会儿高大上了，你也迷糊了。这里可以没问题吧？效果是一样的。哪里写错了？76行。好，选一下啊，选一，操，exit flag， 选项错误，需要这个东西吗？在这里应该叫一个 B flag， 我靠。那个标记需不需要？这 back flag 等于一个 false， while sorry， while not back flag， OK。有啥区别呢？ while not back flag。
哎呀，这里怎么写？没啥区别，hold on。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就直接 while true 就行了。while true back flag 等于 false，啊，不用 back flag，直接是 exit flag，等于一个 false 有用。我一会儿返回的时候，因为要他在这里想直接退出系统嘛，啊，不需要这个东西。sorry，不好意思。那同志们。什么时候使用啊？按 B 直接 break 行不行？是不是就退出了？按 exit 的话，那我就直接解冻，直接 exit 都可以了，对不对？对，啊，就行了，也不用判断了，好吗？可以吧？完美。哎，那你打印了吧？是不是打印了？然后按 B 是不是回来了？然后再按零进去了，然后按 Exit 是不是退出了？可以吧？对。那我把这段代码是不是直接抄？在我这个选分主机分就是未分组的机器那里，是不是直接 copy 过去就行了？对吗，哥？对不对？对。你好，对。理解这意思吧？然后。如果等一个 Z， 我干嘛？传什么进去？选择 Z 是谁 ？Z 是不是就是 self 点 user 点 bind host 点，是不是就是这个？对吗，哥？进去看。哎呦，真是，谁高大上谁不会呀、啊？这不费点时间吗？就是。选 Z 是不是进去了？选零是不是？这哪台机器啊？没问题吧？这不对吗？对不对？哪台机器？当然，你现在它不会直接再出来了，好像。啊，出来了！你看对，两台，选哪台？是不是出来了？可以了吧？没问题吧？然后在这里选择一个，再 B 就没有了，啊，对，再 B 就忘了判断退出了 ，exit 是不是就退出就行了？可以吗？我把退出加上。完美。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呢？刚才觉得 low， 现在又不说话，哎呀。就是完美了。震惊了是吗？震惊了啊！对，这样可以。走，再来一个 if。User choice 等于一个 exit 等于一个 B 吗？没有 B 了，到最外层了，这已经是最外层了，没有 B 了，带 B 就退出了，没有 B， 就直接是 exit， 就 goodbye， 就 bye 就得了，好吧？此时来，同志们，最终演练一遍啊，看着。然后进 Z 是没问题的，对不对？选择一，然后 B， 然后进入一，然后进入零，然后进入退出，然后 exit， 没问题吧？完美啊，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带来一个问题。注意了，你的 sorry， 好的，你的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啊，你的堡垒机，你写好了这个启动程序之后，你。刚才他一选，是不是咱只是打印了？正常就给他登录了，对不对？登录退出，然后他又回到这个菜单这儿，回到菜单这儿是不是又可以选其他的？但是问题在于，问题在于什么呢？同志们，我在这里一退出，退到哪去了？我在这里，我的意思是说，我在这里再一退出，是不是就退出堡垒机了？整个链接就断开了。但实际上，你这个脚本你在这里一退出，你在堡垒机上启动的，是不是就退出到堡垒机那个 shell 那里了？所以你肯定不能让它那样干，你肯定让它实现一个一退出，咔嚓，堡垒机就断开了，理解吗？理解吧？这个怎么做啊？这个怎么做啊？知道怎么做吗？
不知道啊。启动包的机给你看一下啊，29K哥看着啊，吓死你！天天都是吹牛逼呀，吓死人！你说怎么弄，宝海哥？宝海哥，看到哥，宝海哥，滚！那最后憋出一句话来，滚！怎么弄？怎么能让他说一退出我那个脚本就直接退出那个 shell 了？理解我意思吧？怎么实现？佩奇没讲吗？怎么实现？是不是写到登录脚本里啊？登录脚本怎么写？改掉系统的 shell 对不对？改掉系统的 shell 啊，来看一下标识器，好慢啊！快完了。起桌面我都用命令行，谁都知道右键 E 吗？不是的，12.71看着啊，那个这个怎么去改呢？是不是你可以直接改那个什么点这个 bash rc 啊？然后怎么办呢？是不是在最后？爸爸都这招了，好像你会似的。然后随便就代表我出一个东西，代表是干这个事儿的，好吗？SSH login 啊，然后呢，最终他是不是退出啊？退出干嘛？是不是就 OK 了？哎，同志们看着啊，此时我通过命令行啊，不是我通过12.71，看着啊。你这有问题。怎么问题啊？看着。看到没有？那去，就是对牛逼就在于你看。你要学会利用各方的资源，咔嚓，是不是就实现了？你发现他是不是永远登不上去啊？但是他是不是打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不是就相当于我起的脚本？脚本一断开，咔嚓就完了，对不对？我说的意思就这意思，你这个问题就这问题。啥问题？我登录他老也登不上进去。他怎么登不进去？你脚本还没写呢。不是啊，那比如说我要是在这命令行有执行这个文件呢，发就退出去了不？哎，说的是怎么退出去了？就执行这个文件呢，我不小心执行这个文件，啪就退出去了。你就退出去了？谁让你执行？你在保理机上。亲，同志们，这里会带来一个问题，你看着啊，看着啊，这是不是他只要一就是我那个脚本一执行完，后面是不是就立刻就退出了？啊，后面就立刻。所以其实我告诉你，他根本就没有进入用户的 shell。你说对不对？他根本我这个脚本我都没让他用执行完，对不对？啊，不是 ，sorry， 就是启动这个用户环境脚本，他是不是要加载完啊？但是他在加载的过程中，是不是就启动了我那个呀？所以他根本就没机会进入用户脚本，就退出了，对不对？完美，那完美，好，就这么实现就行了。啊？那当然。好了，同志们，这么搞定了之后，接下来，哦，对了，你还要把那个什么 Ctrl+C 给它解决掉。你看着啊，我在这里一 Ctrl+C， 被退出了，这个不友好，把这个抓住。这怎么抓呢？在哪里？在这里吧。在这个叫except 叫 keyboard interrupt 是吧？这个不处理嘛是吧？然后行了，这现在就真是，对吧？哦，还没到那呢是吧？不好意思，是没问题的。Ctrl D 呢 ？Ctrl D 其实也可以抓住 ，Windows 上没有 Ctrl D。Anyway， 只能通过你正常的退出，是不是退出了？完美。那好，接下来你那个 shell 就写好了，接下来重点就是，是不是一调这个就执行去登录到远程就记录了，对吧？